6月11日，正值疫情后的第一个毕业季，尔湾加大学联与美西南学联联合在圣塔安娜举办2022南加学生学者职业发展峰会。本次峰会集合了40余家各大企业现场招聘，来自 UCLA、ASK、UCLA、SAF、SOB 等30余个院校的数百名大学生参加了峰会。当天参加招聘的企业包括许多著名国际公司，包括波音公司、特斯拉、华为海思、吉利控股集团、小红书、之江实验室、快手、美团等。参展商介绍，此次招聘多以数据分析、软件开发、教育、互联网、新媒体、人工智能及电子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主。看您对哪方面感兴趣，然后您可以进他的业务群，然后在了解之后呢，然后您觉得 OK， 我对这个业务群感兴趣，然后您再递交相关业务群的简历。在此，我们举办了2022年的年度最大的学生的招聘会。这次本次活动呢，是由美西南跟 UCLA CISA 一起共同举办，在40个学校的帮助下，我们共同举办了这一次活动。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帮助过我们的组织和个人，没有大家的帮助，我们没办法让这次活动顺利进行。我们未来呢，会有很多专注于帮助学生的一个活动，比如说线上的一个研讨会、学术研讨会、中秋晚会、创业大赛、新生接近活动等。我们会通过以下的活动向我们的社区、向我们的留学生、向我们的社区传递我们新一代的留学生精神。我们作为 UCLA CISA， 包括很多其他学校的 CISA， 我们都是致力于为学生解决留学期间的问题，帮助学生解决在美期间及回国后他们的就业问题。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活动来继续的帮助还有倾听学生的需求。